两勺糖熬成焦糖色，大布丁就做好了。像红糖两杯温水拌搅拌成浓稠面糊，发加红枣碎，红糖发糕就可以吃了。软糯香甜，小朋友抢着吃。美味的菠萝派就是这个冰皮粉末，好吃不上火的草莓爆爆卷。搅拌均匀，挤奶油，加一袋甜酒曲，搅抓拌均匀，压吃剩的葡萄皮，加捞出皮皮就可以吃了。一袋甜酒曲，抓热米饭，两个荷包蛋，一勺海苔碎，挤点拌饭酱，搅就可以吃了。蒸一袋甜酒曲，抓熟的大米饭，放一个火龙果，刷拌均匀，加一袋甜酒曲，压平米饭，挖个酒窝，干香味扑鼻的甜酒就可以抓拌均匀，加一袋甜酒曲，再次抓匀，发酵两天，干香味扑鼻的甜酒就可以喝了，软糯香甜，超好吃。南瓜压成泥，墙里放面粉汁，调成馅料。包工冰粉的做法，石灰水搅动两分钟。